6月3日，方力申为某防水设楼机拍摄最新的硬照广告。据悉，小方去年的广告一出，产品销量立即上升，这次再度续约，酬劳也会有所增加。接下来，小方还会和日本女艺人山本优希在香港拍摄电视广告，一同在水中嬉戏，所以自己也十分的期待。我们接下来拍的一个电视广告里面呢，就请了一个日本的女模特来跟我一起拍，那个感觉就，因为可能就是好像日本很多广告就是夏天啊海滩啊，所以就穿 bikini 啊，那然后就跳下水，然后我就拿着摄像机来拍，所以我觉得我都挺期待这个广告。但问到是否会和山本因为合作产生暧昧，小方笑说看山本的照片是一个很野性的女孩，而自己比较欣赏的是斯文的类型，再加上相处的时间有限，应该不会产生什么火花。那个女模特只会来香港三天，而且我也不会日语，所以不会有问题的。而且她是一个比较，看那个照片啊，比较很就是皮肤黑黑的，而且就是很野性的，很 wild 的那种。那我自己都就是比较喜欢一些，就是外表可能是斯文一些的那种。